刘勇这个人呢，大家都知道，其实呢，他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种做那种比较幽婉的婉约的这个词句的。那像雨霖铃啊，还有很多的这个词，我们可以看到宋代的词从小令发展成那种比较长篇的慢词，这个刘勇呢，他是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的，而且应该说北宋前期最有代表性的词人，这个离不开这个刘勇。而刘勇他本人呢，其实科举考试并不是很顺利了，所以这样呢，也使得他后来一直沉溺在这个词的创作中。他曾经一次考试呢，科举考试不中，不中呢，自己回来以后呢就很沮丧，然后呢写了一首诗，也算一种自我解脱吧，自嘲吧，就说到这个词呢是贺冲天，这是词的词牌了，词调子。他说：“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这个皇帝啊，偶尔把他落了，就是选这个科举，我们知道都有殿试嘛，最后没有选上他，所以他说偶失龙头望。那么他自己呢，这个表示了自己的这样的一种不满吧，等于也是一种这个心情的这个郁闷。最后呢，他这个词里边说：“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浅斟低唱其实就是那种青楼楚馆了，对吧？”他的意思呢，就是说，我考不上，我没考上，我也不在乎，我也不要这个浮名了，我就索性就去浅斟低唱了。但是他后来这浅斟低唱并没有进行到底，后来又去考了，又去考了呢。这个宋仁宗，可是他的这个词已经流传出来了。宋仁宗看了这个卷子以后，就说，何要浮名？你既然是窃去浅斟低唱。你就去浅斟低唱吧，你何必还要这个浮名呢？所以这个，那个时候呢，刘勇他总的来说呢，不是很得意，就是仕途上，当然后来还是走上仕途吧，但是不是很得意。所以呢，这个也使得他在这个诗词的这个创作上面呢，有比较喷发性的这种很集中的表现。苏轼呢，基本上是一个比较豪迈型的这个词人。像他的这个《大江东去》，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那以前呢也有这样的这个故事吧，有一些传说了。叶梦得的《避暑入画》里边呢，他就说有一个从西夏回来的这个官员，从西夏回来的，他说西夏这个地方啊，凡是有井水喝的地方呢，都能有人歌唱这个柳永的词，可见他这个词传播的有多广。那么这个刘勇呢，当时是很知名的了，苏轼当然也知名，有人呢就把他们做一个比较，苏东坡、苏轼了，他在玉堂，玉堂就是翰林学士院，那么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墓室呢就善歌，歌都是有歌词的了，就是这些词他知道的很多，苏轼呢就去问他，我的词比起刘勇来怎么样？这个人呢也很会说话。他说：“柳郎中的词啊，后这个柳永后来是屯田郎中员外郎了。他说柳郎中的词呢，是十七八的女郎，按直红牙拍，拿一个象牙的拍子，非常委婉的，一边拍一边唱歌，杨柳岸，晓风残月。而学士的词，你的词，这个苏轼的词，是要关西大汉，执这个铁板，一边敲一边唱。”唱这个《大江东去》，于是这个苏轼呢非常的高兴，他为之绝倒。那么这个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实际上呢就是婉约词和豪放词，婉约词和豪放词两种不同的这个路调，这个路线吧。李清照呢是一个很有成就的词人，那么他的这个成就呢，其实很多人是把他放在女词人这个范畴里边来看，那么我们从一些评价里，比方说，有的地方呢会说她的词作呢是清新素雅、风韵天然，也有的地方呢会说她是风格是清新浅近。其实这里边是有褒扬和批评的不同的。这个清新浅近呢，某种程度上是说她的这个词作还是有点儿脂粉气、女人气吧，那么似乎在这个思考的空间上呢，不如这些这个须眉之士。这个
我们其实看到这个李清照呢，它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词作了。前边那个图呢，这是我以前的一个助教，他就觉得那个图李清照的形象不好看，所以呢一定要坚持用这个，所以我就摆上两个。那么总的来讲呢，我想这个李清照他不光是有自己的诗词的创作实践，而且呢我们刚才说他也有词的创作方面的理论提出来。除了这些以外呢，值得一说的就是辛弃疾。辛弃疾呢，他的词留到现在的有600多首，他实际上是南宋的一个最主要的词人之一。那么辛弃疾的词呢，通常会有人把他说他和苏轼一样是豪放派，实际上辛弃疾呢，他也做很多田园风光，这个委婉情长的这样的一些很婉约的这个词作，所以他在这个词方面的成就呢是非常高的，那是非常高的。当然这个呢跟他自己的这种仕宦的不得意也是有关系的。他自己曾经说，2年历遍楚山川，南方的那些地方2年里他差不多转了一个遍，这个地方当官当不了几个月，有人弹劾他了，换到另一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又当不了几个月，这个又换人了，又换到一个地方。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呢，也使得他那个就是内心的这样的一种机遇的情感吧，一种郁闷报国无门这样的一些情感呢，通过他的词作反映出来。好，这个就是唐宋的诗词吧。底下呢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这个唐宋艺术。实际上这个艺术方面呢我也并不懂，而大家如果对这个真的有兴趣呢，还是要你自己去琢磨这个作品，另外呢自己去寻求这个有关的研究的著述。所以我在这儿呢只是从一个时代发展的走势这个角度来看一看唐宋时期的艺术。那么这个唐宋时期的艺术呢，是不是我们可以给它一个比较简单的概括，就是从一种比较绚丽的这样的一种局面呢，逐渐的走向一种以淡泊为丰富这样的一种做法。这里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一条这样一条材料吧。这个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这个是美国历史评论。这个美国历史评论呢，它是一个杂志，这个杂志基本上是书评。大家如果比方说现在来不及去看那么多英文的书，可是你又想知道西方世界里边英语世界里边他们有些什么样的研究，其实去看一流的书评可能是一个入手的途径。那像这个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呢，它就是一个分门别类的各类的历史著述，不限于中国的各类历史著述，它都会有一些书评，而且这些书评的人物包括他们评的书都是精心选择过的，所以这个呢给我们会有一种引我们入门的这样一种作用。它是一个书评的书呢，但是它每一期前边会有几篇重头的文章，这重头的文章呢是反映着一些方法论上的反思的，或者一种理论性的探索。2006年的时候，这个杂志上呢发了一篇文章叫 Beyond Words， 这什么意思？在这个言谈话语之外。那实际上呢他就是说，研究中国古代史，这个言谈话语这个文本的记载当然是很重要的，对吧？我们现在看的书叫 古典的古籍是很重要的，但是呢这样的一些文字记载之外的材料也是很重要的。这些文字记载之外的材料它指的是什么呢？包括图像的材料，很多考古的发掘出来那个时候的物质的材料，比方当事人下葬的时候穿的什么衣服啦，随葬品啦，那个墓室里边的陈列的方式啦，那么这些呢都是言谈和文字之外的这样的一些材料，也让我们认识当事人的生活的方式。他在这里边呢另外还说到 material culture， 这是什么意思？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古代的历史一个很重要的途径。什么是物质文化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方方面面。另外呢这个物质文化呢其实从很多地方都能够反映得出来，比方这个西方呢他们会开物质文化史的课，现在一些一流的大学都开这种课。那个老师呢他就会说，这个 material says
就说这个物质是会说话的，比方你家里边的桌子、一个柜子、一个屏风都是会说话的。他说的是什么呢？这要看你会听不会听。所以呢，这样呢，就是我以前有一个学生去了哥伦比亚大学，那么到那儿呢修那个艺术史的课，那个艺术史的课呢，老师就让他们找一个 material，找某一种物质来写一篇文章。后来当时呢，他就说那个老师呢想让他写中国的屏风，要写屏风。后来他就来问我说，要写屏风上哪儿去找材料啊？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些东西，你比方说屏风，它在中国历史上有什么变迁？桌椅板凳，对吧？过去人坐在什么地方？一个蒲团上，一个墩儿上。后来怎么就有椅子了，就有凳子了？以前都是很低的基案，后来怎么就有桌子了？这个其实都涉及到人的生活方式的转变。而这些东西呢，因为当时太日常了，所以史书里反而不写。谁都知道，这还写它干嘛呀？于是呢，到了现在，我们是要从一些图像的材料，我们要从考古发掘的材料，我们要从一些物质的材料来看当时究竟是怎么生活。那好，我们看这个唐代的壁画，这个是四冠墓葬里边出土的一些壁画，我这个里边呢都会有一些很简单的文字，所以呢有些地方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可以再去看。另外呢，这是人物画，人物画的题材大家要非常注意，从古代就是这个秦汉、魏晋南北朝到唐代再到宋代，人物画的题材有很大的变化。所谓题材就是画什么人，一方面是画法的问题，怎么画，另一方面就是画谁。那么我们看到过去呢，其实多半都是画神仙，后来画真人了，画帝王，然后画帝王。那么这个画呢，我们原来就出现过，对不对？我们曾经说帝王的像多半是不可靠的，但是阎立本画的这个大概是可靠的。为什么呢？阎立本就是太宗时候的人，那么他画出来的呢，应该是接近于太宗本人的。那么这些绘画呢，它都是有一个歌颂的目标的。除了这些帝王以外，唐代呢也开始有了一般的普通的人物。但是这些普通的人物，我们可以看这个绘画史上把他们称之为绮罗人物。什么叫绮罗人物呢？穿绸带缎的，是吧？这个穿金挂银的，而且呢，这些人我们看到都是非常闲适的啊，都是非常闲适的。他们的那个状态呢，都是一种这个很自由啊，很舒适啊，这样的一种上层人物的这种生活的气息。那么到了宋代就很不一样了。这个图我们原来也看到过，这个纺车图。那么这个货郎图我们也看到过。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宋代什么人物进了画，那么就和那个诗歌里边什么题材进了宋诗，这个是有相通之处的。就是有一种平民化的关怀，一种世俗化的关怀，人文化的关怀，更多的普通人他们的劳作生活在这个时候呢引入了画作。这个刚才是人物画，这个是山水画。唐代的山水呢，是以这个金碧山水著称。金碧山水是什么呢？它这个画的颜料啊，有石青石绿，里边掺这个金粉，掺金粉，当然是很细的金粉了。那么这个金粉呢，也叫泥金，泥金这个和成一种泥状的吧，掺在这个画的颜料里。那么特别是一些比方说皇室的建筑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国家的这个机构里边的建筑了，那样的一些壁画里边也会有这种金粉。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像这个李思训他的这种金碧山水，这样的一些山水的卷轴画，这个里边呢也会用到金粉。而到五代到宋代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山水画呢就很不一样了，变得比较的放达，而且比较的朴实，那比较的朴实。宋徽宗的时候呢，其实他是有花鸟画，也有人物画。这些花鸟画、人物画呢，是有他的押字的，这都是他的押字，这都是他的押字，就好像这个签字一样。但是这些画作不一定都是他本人画的，所以呢，在现在的艺术史的讨论里边呢，会说到这个 authorship 的问题，就是是他认定是他画的。但是其实不一定是他画的。
那就是什么意义上是他画的？那么这作者什么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是徽宗的画作？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另外呢，就是从宋代后期到元代开始有了文人画。那么文人画呢，往往是一些仕途上不得意的文人，要标举他们自己一种高贵的格调，一种这个一种清远的追求而做的一些画作。所以这样的一些画作呢，通常是有特别的题材的，比方松柏、梅、竹、兰、石这样的一些内容，往往被引到当时的这个画作里边来。那这种宋元的文人画呢，在给后来的这个画作的中国画的发展，其实是有非常深远的这种影响的。刚才是说绘画，底下呢是书法。书法呢，在唐代的时候，我们知道像颜真卿了，他的这个字所谓的力透纸背的，是吧？像柳公权的这个字呢，他的这种筋骨也是被人所称道的。那这个书法呢，它其实是超越一种实用功能的，就是它不仅仅是实用，而且呢，它也是一种艺术。那它也是一种艺术，而且呢，它是一种表达自己的这个心情的一种方式，宣泄情感的一种方式。这里边呢，我们看到的是怀素的这个草书。这个怀素的这个草书呢，在韩愈的文章里边，他就说到，为什么他这个草书里体现出来的是什么呢？它不仅仅是一种流派、一种艺术而已。他说，韩愈说他是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就是他内心的不平，他内心的愤懑，通过他的笔端体现出来。所以这个草书呢，和人的情感是有直接的关系的。那么现在呢，这个做西方有一些学者做艺术史的，他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研究，就是说这些情感和外界社会的这种互动，怎么样塑造了中国的一些特定的艺术形式和艺术的表现力，这个艺术的方法是怎么塑就的。那么这些呢，其实也包括像绘画史、书法史，也和社会史啊、文化史是有直接的关系的。这里是几份宋人的书法。这个宋人的书法呢，就是一般我们会说苏黄米蔡，那这个都是北宋时候的人了。那么这些书法的原作呢，其实现在也还留了一些，包括他们当时的书信啦，包括他们当时的写的一些这个相互往来之间的一些这个诗作呀、唱和呀，这些的这个手迹呢，现在其实还能够看到一些。那么这里边呢，也反映着非常鲜明的这种个性。这是宋徽宗的瘦金体。这个瘦金体呢，现在也是在国内的博物馆其实还藏了一些，还存了一些。那么他的这个笔法相对来说呢，也还是可以说是能够自成一家的。而且徽宗这个人，刚才我们也看到了，他也能画啊，而且呢也能写，那也能写，现在呢也留了一些这个原迹下来。底下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雕塑和建筑。这个唐代的陵墓雕塑，当然这个雕塑有很多地方都有雕塑了，陵墓雕塑呢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个陵墓雕塑里边最有代表性的是这个昭陵六骏。那昭陵六骏，这个昭陵六骏呢，现在其实藏在昭陵，大家知道是唐太宗的陵墓，而现在在昭陵博物馆里边藏着的呢，其实只有四匹马了。另外的两个，一个是这个萨路子，一个是这个全毛瓜，这两匹呢是藏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当年被运出去的。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国内的这四匹呢，其实都有残破，唯独这个海外的这两匹呢，相对来说保存的还好。这个也是一种题材的变化，同样都是人物的雕塑，人物的这个陶制的这个人物。那这个是唐代的这个以丰满为美的这个女性了。当然也有人有一种评价，就是说只有一个膨胀的时代才会如此欣赏一种膨胀的形象。这个但是呢，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题材呢，它是比较宏阔的，就是
整体上来看，它是比较大度啊，比较这个宏阔的气象。而宋代的表现呢，是比较重在细微处。而且呢，宋代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雕塑同样也是一些劳作的形象进入了这个雕塑家的这个对象里边。这个建筑，这个是大明宫的麟德殿，这是我当时拍的这个地面的状况。这个呢是一个麟德殿的模型，那么现在呢也说是要恢复，所以大家要赶快去看，恢复了以后就看不见原来的样子了。那么这个是五台山最早的这个留下来的唐代的木构的建筑，底下呢这个是宋代的比较早的北宋的时候，而且宋太祖时候的一个寺庙，这是在正定，在现在的这个石家庄的附近。这个桥大家都知道是吧，这个赵州桥。赵州桥是隋代的桥，这个桥呢是南宋时候的桥。这个南宋时候的这桥呢，它叫八字桥，你看这桥有点像个八字。它的好处是什么，它为什么被人特别注意呢？它被称之为是个立交桥。他说是三条河，其实不是三条河，一条河是这样的，这儿还有一个河岔，就等于是一个丁字形。那么这个桥呢，它是把这个各面的人都能够互相过，所以呢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不是一个单一的。那么这个桥现在其实还非常的完好。它完好的重要的原因呢，我想可能是因为它那桥面不是光的，它那桥面是台阶状的，所以很多车上不去，所以这个桥呢它保持得很完好，一直到现在可以看得到。这个也是宋代的一个最长的一条石桥。这是几个塔了，从唐代的到辽代的到宋代的，有木质的塔也有砖的这个塔。最后呢我们看到的这是是北方的戏台，这戏台呢是一个模型，是下葬在一个墓葬里边的。这个呢是一个戏台，是我07年的时候到温州去在那儿那个照下来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古戏台的出现，而且一直保留到现在。这个呢是和当时北方的金有院本的剧，宋和元都有杂剧，对吧？南方呢跟这个差不多同时有南戏，和这样的一种面向大众的文化形式的普及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时期呢，南北方都出现了很多的戏台。好，那么这个文化的部分呢，包括艺术，我们就讲到这儿。